乐山大佛，嗯，看到了。走到那里去摸耳朵。可以走到那边去摸耳朵。摸，那么可怕。你处处的呀。嗯。不是啊，他只是这样子看，这样看。OK， 要跟着走，跟着走啊。来来，跟我走了，这里那个可以进入镜头，靠那边去点。好，看到了，好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摸到耳朵了，你摸到耳朵了。往前走一走。快往前走一走。要。哦，摸到大耳朵了。摸走一走。走前面走前面。好。走前面走。啊，有了，有摸到了。好了，好，往前走了，你往前走了，你看。刚好。就往前面走。等一下。他两个有那个电脑，你可以吧？不是电脑的，绝对不是电脑。电脑后面你不用走。你跟着我走，你往前走，你就在后面一点，在后面一点，往前走。往前走，走过来一点，往前走，往前走，往前走，我要走过来啊！对不起，我要走过来，我要走过来，让你让位让给你，往前走。我要往前走，有没有？我往前走的是我的镜头。来哥。好了。面的啊，我们现在在乐山大佛前面。或者你看的话，就可以也可以考虑一下，因为像佛脚最远的地方是一米四米宽，它就是越下越高，一边下一边上，上的时候从零零到了上来，转一圈上来的话大概20分钟，就是下去还主要是感受到的是很宽。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呢，也可以上别的去看一看，再上来的话有另外一个方向下。
六折以后，大家好像会失去一个长期的一个这样的发展的。就看你们要不要下水果。神奇的还是准的呢。就坐船到这儿那边看。好，谢谢。